你好，林，你怎么样啊？我不是安娜，我是苏珊娜，苏珊娜·列维。你还记得我吗？啊，走回来楼梯，你记得我吗？啊，好，我要告诉你，我这个星期过得怎么样？这个星期，我没有来大学，因为我的姥姥身体不太好，我的姥姥住在海法，所以我去海法，我跟我姥姥在一起，没有来上学，但是我现在，我姥姥的身体现在好多了，好多了，谢天谢地。你呢，林，你过得怎么样啊？你忙吗？身体好吗？好，现在我回答这个回答书上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。去特拉维夫飞机场怎么走？从耶路撒冷去特拉维夫飞机场有公共汽车，可是我不知道是几路公共汽车，我不知道啊，谁知道？哦，知道，你问问哦，好吗？去市中心坐几路公共汽车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不坐公共汽车。你问问 Knellet，问问秘书，我们的秘书好吗？第三个问题，请问男厕所在哪？Lynn，有没有搞错啊？我是女的，我不知道男厕所在哪。第四个问题，你要买去哪儿的火车票？哦，林，我要买去长春的火车票。阿威和 Tom 说长春有很多好吃的，我要买去长春的火车票。第五个问题，从你家开车到大学怎么走？说不好，说不好。我没有车，我想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一直走就到了。第六个问题，从大学到市场坐几路车？从大学到市场坐，说不好，坐几路车？你说呢，林？你知道吗？第七个问题，市场在十字路口的左边还是右边？在左边。第八个问题，请你念一下这个手机号。啊，这个容易，03217190011。第九个问题，从这个教室到图书馆怎么走？啊，你出去。然后你一直走，然后你往右拐就到了。第十个问题，从这开车到死海怎么走？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一直走就到了。第十一个问题，地中海在以色列的哪边？哎，地中海在以色列的东边。第十二个问题，如果一个人说话太快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慢慢说，请你说慢点。第十三个问题，现在超市买什么打折？买什么打折？买 hummus 打折。十四，从大学去哭墙怎么走？我不知道，说不好，说不好。十五个问题。你要买去哪儿的飞机票？我要买去中国的飞机票。16，周末你想去哪儿玩？
我想去中国玩。17，对一件事情不清楚时，你说什么？我说，请你再说一遍。18，去亚洲学习秘书办公室怎么走？林，有没有搞错啊？我怎么知道？19，说说以色列的邻国所在地。邻国所在地，以色列的北边有黎巴嫩，东边有约旦。20，差远了是什么意思？差远了就是不是很好。21，不简单是什么意思？是非常棒，非常牛。好啦，林，我很累很累，我们下个星期见，祝你周末快乐，再见啊，再见。